苏有朋大家应该都挺熟悉的，他曾是男团小虎队的成员之一，当时也是人气极高的。他还饰演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，每个角色他都能塑造得很好。可是这些年的苏有朋一直以大叔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，总是留着长长的胡子，还有着发福的身体，整个人的形象都变了，因此一直被大家吐槽。可能他想把自己打扮得成熟稳重些吧，如今苏有朋的形象大变，看着照片中他高高的鼻梁、瘦瘦的下巴，因此有人猜测他是否整容了。我们知道在创造营做导师的那段时间，苏有朋的照片也被质疑过整容，又选手问出了很多网友都好奇的问题，问外界都说你整容了，你是不是真的整容了，又是怎么保持年轻的呢？不得不说这个小哥哥也是很皮了，现场的其他选手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怎么说呢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